家好，我是小白，天气已经开始回暖了，不知道你们将春装换了入衣柜没呢？咁唔單止衫要換季，粉底都要換季嘅喎。春天嘅天氣咧濕立立，皮膚都好快出油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揀選翻一隻持久嘅粉底。咁我今日就係想介紹 Color Stay 嘅持久無瑕水潤粉底。咁同系列佢仲有埋遮瑕膏添㗎。咁佢嘅粉底同埋遮瑕霜都係持久24小時不脱色嘅。咁但係一講到持久咧，啲人就驚會唔會好乾咧？不過今次呢隻持久無瑕水潤粉底就絕對冇呢個問題啦。佢質地好水感輕盈，能夠維持皮膚一整日水油平衡。咁不如我哋等間睇下呢個示範啦。Color Stay 持久無瑕水潤粉底用咗最新改良配方 Sofix 專利科技。同革命性 Time Release Technology 嘅時間鎖延技術，令到 Color Stay 持久不脫色專利嘅成分能夠長時間穩定地釋放住為肌膚持續控油同埋注入水分，使我哋可以喺24小時保持住啱啱上妝嘅無瑕清新效果，仲有埋 SPF15添。而遮瑕霜輕柔透薄，而且遮瑕度好高，可以完美咁樣遮蓋黑眼圈、幼紋同埋其他小瑕疵。絕對是我們化妝袋裡面要保持無瑕妝容的秘密武器。大家看看它幾易推開，而且質地輕柔透薄，絕對是很適合現在這個天氣的。還有不要以為它持久不脫色就很難落妝，用卸妝紙輕輕一抹就可以了。還有落了妝之後一點都不會覺得掹掹緊，比起其他的持久粉底真的水潤很多。咁依家即刻就示范一个能够持久24小時嘅春装，咁等你哋可以带住呢个咁 fresh 嘅妆容咧，衬翻春天嘅靓衫去行街。而家我会帮 model 咧先搽咗粉底先，份量大约系5毫子就够噶啦。慢慢咁样顺住毛发生长方向，由内到外咁样推开。我哋轻轻搽咗左边面先。咁依家我哋已经为 model 上好咗半边面嘅粉底，咁睇到瑕疵咧就完全修饰得晒。但依然保留到皮膚的自然光澤和透明感。現在可以幫 model 上遮瑕霜了。首先我們在黑眼圈附近的位置點上遮瑕霜，以點印的方式推勻遮瑕霜。這個遮瑕霜不像一般的那麼結實，而且很容易推開，遮瑕度又高，真的很值得推介的產品。接著用 Color Stay 的兩用粉餅輕輕掃上作為定妝，這個持久達24小時的妝就完成了。要留意翻咧，一般化咗妆之后都需要等30分钟之后咧，个妆先系最 fresh 最贴面嘅，因为咧粉底俾我哋嘅体温融合咗啊嘛。而今次咧 Revlon 呢个持久无瑕水润粉底咧，就可以帮我哋全日保持住呢个咁 fresh look 噶。咁之后我哋加翻少少眼影啦，其实淡淡地自然嘅眼影就够啦。咁加翻睫毛膏，令佢眼仔更加精灵。留意翻搽睫毛膏咧，绝对唔可以心急，一层层咁样慢慢扫上去，咁样咧就可以做到有卷曲。有增長的效果噶啦！一個清新的春裝咧，梗係唔少得一個搶眼的唇色啦。咁我揀選了同粉底同一個系列的 Color Stay 鎖色絲絨唇膏。咁呢一個粉紅色咧，好啱今年的 trend， 而且咧佢仲要係絲絨面全日鎖色添。唇膏好易上色，而且好滑，好容易推，有即時水潤的效果喎。俾個小 tips 大家啦，唔好用太潤嘅 lip balm 打底，咁樣會影響唇膏嘅持久度噶。搽咗上去5分鐘左右啦，等佢乾咗之後咧，就可以照食嘢飲水，唔怕甩色，仲可以 keep 住佢全日都係咁靚嘅。搽好咗唇膏係咪精神曬咧？咁我而家咧就幫 model 補翻少少胭脂，等佢再可愛啲，咁呢個咁 fresh 嘅妝容咧就可以完全完成噶啦。